时间是在前往
有什么好留下去的好
贫困的人。哦，哇，哇，哪有这样的面包啊？很花贵。那个花贵很像莲花。
棒棒棒棒哦，真是好，感谢感谢师尊，感谢师尊啊，感谢师尊，感谢师尊啊。
样一样。有你跟我过去那边。恭请师尊上香。没有了。香。是的，要那个。坛城，那个师傅，有听到吗？有没有听到师尊刚才讲的？别打，马底三公说吧。有听到吗？会场外面有没有听到？嗯，不对不对，吹说吧。嗯，马哈斯利亚说吧。Om Aum Devamse Om Aum Om Betaku Penas Devamse Om Alamajan Nanti Om Turunya Soma Om Tanan Tutane Tule Soma Om Aum Devamse Om Aum Aum Om Om Tan Om Ho Din Do Din So Ha Om Aum Aum Ve Sa Ma Nye So Ha Om Zun Sui Zun Ti So Ha Om Zun Ma L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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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a Om Aum Ve Sa Guru Ve Na Si Di Ho Se Om Aum Guru Ve Na Ho Sa Sa Ma Ha Yen Sen Si Di Ho怎样啊？嗡，给他吃，给他吃，妈妈给他吃，当着上面那个人说话。有听到，外面都有听到。外面都有听到吗？还有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有听到，那声音就没有问题。好、哦。外面刚才有出去听了，有听到，谢谢师尊。有摄影机，这边有摄影机，不过我看中间就好了。啊，没有关系啊，嗯，没有关系，可以吗？这里可以，很好。
谢师母。上回我跟你讲说，这个锁印是金刚合掌哦。好，上次讲金刚合掌，但金刚合掌是个有两个锁印。好，就是这个降魔术跟这个。整个人把它修好，修一遍就对了。这边，上台，上台，退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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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的时候，请大家保持安静，讲话声不要太大声，以免影响记者会。我都忘掉了，请大家配合，谢谢大家。马上找去，应该马上走。东方，东方啊，往东方，东方，东方，跟我讲北方。向东走八步嘛，向东走八步，对啊，向东走八步，八点钟开门，向东走八步，手上拿着薄皮将黑色的面墨水置在盘上，念财神到我家，再向后转走回家中，过旺旺的财富位，以毛笔蘸墨字，在财富位的粉红斋上写旺旺旺。对了，错掉。老人家不要讲话。财库位是，就是走出去之后，财库位出去。他说向台湾水向由北方向南方流。因为到时候请那个林先生，他准备一份给师尊看，到时候给师尊看。等一下问。好了，我等一下就要问。我现在就要问。用水旺旺旺三个字。你有吗？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大家不要在外面，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以免干扰到记者会的表述。谢谢大家。小心点，小心点。我知道方向就好。东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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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边是东边，东边八步，对，东边八步，东边。好，谢谢大家。来，前面。然后我们大家现场，大家互相配合一下，就是那个电视媒体的这边在中间，然后摄影机在中间，那平面媒体的部分，大家把闪光灯先关掉。然后那个要录音录影的部分的笔，来先集中来这里，有没有需要那个收音的？来，一起。对，还没，等下先走，先走一起。好，大家都就位了吗？来，师母跟这边请，来这边有位置，师母这边请。不要紧，这边给师母一个，我有留一个位置。好。那个爱在及时福佑台湾，那个新竹福佑雷藏寺呢，今天举办了法会。那今天我们呢，在长期的新竹在地的关怀上面，那其实真佛中一直都有持续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公益活动。那当然呢，连续四年都一直在这边首传佛法的莲生活佛呢，今天也将要首传那个两个一个法门。那今天首先我们为了要让在感受到我们今天新竹朋友的爱，所以我们现场社会局呢也会过来，然后捐赠一个，我们即将由真佛宗呢捐赠30万的善款给予新竹市政府。那今天是新竹市政府社会科也派了代表来，那我们就由他来代表受赠。那有请我们市政府的代表来。好，来，我们往右边移一点。好，好，你递给谁？好，我们来捐赠一次。来，我们现场大家，今天我们捐赠给谁？我们捐赠莲生活佛关怀新竹市政府急难救助及关怀老人专款专用，给予新竹市政府社会科30万元整。那捐赠的单位呢是新竹市真佛宗命宗学会。那我们谢谢他们的关怀，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有在地的利用，谢谢。好，请师尊，大家我们看中间的摄影机。
然后我们再看左边的摄影机，微笑。然后我们再看右边的摄影机。然后我们这边画面 OK 吗？可以让他们站起来。好，你们前面的摄影机可以站起来。哎，那个让你们先站这边 OK 了。我们来，跟你们可以拍在正面。可以。然后看中间。好，我们看中间哦，谢谢。我们非常感谢莲生活佛带领了我们所有中内的弟子呢，持续不断的发挥爱心，将爱传播给大家。那这一次呢，专款专用呢，也会再用在急难救助上，也就是我们爱在及时，也希望能够福佑台湾。好，谢谢。好，等一下，我们再补一下这里。来，我们看这边，我们枝条可以拿高一点点，哈哈，很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善款，以及我们所有出资的一些善款的功德主。好 ，OK， 那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新竹市政府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真佛宗以及新竹福佑雷藏寺持续呢连续四年都一直有在做一些善款的捐助，所以他们也制作了感谢状来谢谢他们。来看中间，先看这边。好，谢谢。那个感谢状拿高一点点，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好，来看中间，然后我们看左边，然后我们再看右边。好，回到中间。好，我们也谢谢，然后我们希望呢能爱心持续不断的发挥下去。然后前端的朋友需要再站起来吗？好，来我们接位一下，谢谢。来，你们中间。Okay, okay.OK 吗？好，好，谢谢。那这个今天的捐赠仪式，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专款专用，来你旁边请。那因为这一次呢，其实是针对我们这次的善款30万呢，特别是给用在新竹在地的年长的照护以及急难救助。那今天也来了年长者的代表，希望能够跟师尊一起那个合影。那也希望在师尊的加持之下，跟他们一起。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我们有关怀我们这些长者。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可能往后退一点点，是往后，我们往后面退一点点，再往后退一点。阿弟，卡卡鬼，正面，他们都差不多80岁了，差不多了，啊，你们侧身一下，侧身站进来一点，对，稍微靠近一点，稍微靠近一点哦，我们看中间，来比个赞，赞，都很，大家要永永远远健康快乐。好，那今天呢，他们也希望谢谢师尊，希望来跟师尊来一个牵手合影。那是不是我们来请师尊牵那个跟他们，我们两边大家双手交叉，表示呢，我们大家都对非对非常的好，大家都很开心，对，大家都很开心，对，您说的真好。来，我们看中间哦，来先看这里，啊，大家笑眯眯，阿们家很开心呢。平均80岁的长者，这边有哦，将近600岁呢。来，我们看中间，然后我们再看左边，我们再来看右边。好，今天大家在跟师尊牵手的同时呢，也增长了福分。那也希望在师尊的加持之下，也希望呢，在这一次的捐款福佑雷藏寺的带领的这些善款之下，都能够在照顾我们在地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长者，给予在地及时的关怀。谢谢大家。可以吗？够吗？那个前面的，来，你妈妈站，要不要站起来？站起来，我们让位置给。来，在中间。可以吗？可以。
被斩回。我们这样加起来差不多。被斩男的。好，来哦，再一次哦，一二三。笑一个，笑一个，很开，有没有开心？开心。西瓜甜不甜？甜。很好，谢谢。那我们也请同时呢，希望呢，除了我们捐赠之外，也希望我们社会局社会科这边也能够给予及时的帮忙，所以请您也一起加入我们做一个合影。希望就是有了我们这些善款之后，也能够在你要不要站中间？你站这边好了。希望我们的善款呢，能够捐给大家，稍微进来一点，可以稍微插一点，斜一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你头发不要弄到死砖，对你站过来一点，对。就是希望这我们的善款呢，能够捐给市政府之后，能够很有效的运用给我们在地的单位。那我们请看中间，这边。好，也谢谢，大家希望能够有效执行的力量。然后我们来看左边。好，再看右边。好，我们大家比一个赞，加油！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能够永永远远的健康、快乐、平安、喜乐度过每一天。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淑芬，谢谢淑芬。回去不要洗手了。好，来，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好，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一次为何选择将善款捐赠给新竹市社会科急难救助跟老人关怀？我想请教市政一下。哦，是这样子的，这个急难救助啊，目前来讲起来，这世界上的灾难很多。那么，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急难救助的。不只是新竹市，那么我们随时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都随时会发生很多的灾难。那么老人家的关怀呢，那是长照的计划，在我们这个出入 school 里面都有做到这一点啊，对于老人家的关怀。那么急难救助是因为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灾难发生，那么社会局呢，或者社会科呢，都时时在关注这些受到灾难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的话，就会让减少一种痛苦，跟一种伤害，跟让大家能够社会更加和谐。好的。那我们刚刚有师尊有提到，因为像现在我们这次选择给年长者的老人关怀，那是因为社会上持续的高龄化，那老人的人口也持续的增加。那我们要怎么样请师尊开示一下，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教导现在的孩童跟年轻人跟这个社会，我们要怎么样敬老尊贤的这一块？应该这个有两个单位应该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说家庭的教育。那么在家庭的教育，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到一个要忠，就是忠于国家；一个要孝，就是要孝顺父母
跟长辈，甚至老师，这个是从小家庭要教育的。另外呢，还有学校的教育，学校要教育小孩子要知道这个尊敬老人，好，要孝顺父母，就是从教育上着手，这样子才是对的。好，非常好。对。苹果日报这边是有点问题要问。好，一样看作品，站到一样看到他那边。好。然后师尊，这次那个法会部分，就是迦兰尊者，就是一般民间所称的关公。那请问师尊，关公文化主要是彰显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哦，关公本身来讲，它就是讲忠义两个字。第一个忠呢，是忠于自己的国家，啊，这个忠于政府，忠于职守，还有忠于家庭。从这个小的家庭，一直到大的国家，都是要讲忠的。另外讲义呢，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也有提到义人两个字。什么是义人呢？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就是义。那么也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你身上本身有了正义，这个社会呢他就会比较安宁。如果有所偏差的话，社会就会变成偏差。那华人世界其实很多人会敬仰跟祭拜关公，那他对我们哪一方面有特别的注意吗？是像财神一样是可以招财吗？还是哦，一般的像我们在海外的时候看到华人，他们的商店里面都供着关公，他们把关公当成财神啊，当成财神。因为一般讲起来的话，关公因为是忠义两个字，那么忠义呢也就是代表着这个君子爱财啊，这个取之有道，那也是一个义。义字讲起来就是这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他供关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得到的是属于正财啊，正财，这个非分的财他们是不要的，这个就是关公的一个意。请师尊这边谈一下说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关公的庇佑呢？我们平时这个像我们今天做的法会是这个韦陀尊者跟观圣帝君啊，这个法会，那么尊敬的话，我们必须要跟这个韦陀尊者，跟这个啊观圣帝君，这二者能够以心体会到这个尊者的心，然后依他的心来做事，这就是尊敬这个韦陀尊者跟观圣帝君。你问完了吗？还有第四题。你还问了？对。嗯。那得到庇佑了吗？对，问了问了。OK。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再问一下，就是师尊已经连续四年都在那个新竹的福佑雷藏寺呢举行法会，那这次也首传了那个韦陀的尊者，那这样子的这次的敬爱超度大法会呢，可以替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是，然后并且对国家的帮助，然后社会上或是我们可以增长智慧呢？是不是请师尊开示一下？应该来讲起来，韦陀本身来讲，他是佛教守护佛法的一个神。那么守护佛法的神呢，佛法本身来讲就是讲求正念啊，正念。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正念的话啊，社会的风气就会好，整个国家就会安宁，也不会有一些什么邪魔外道啊这些出现。那么观圣帝君呢也是一样，他是忠跟义，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忠于国家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讲义气的人，那么社会上就会安宁，就会和谐。非常好，谢谢师尊。那其实呢，在这些这一次的之后，我们其实在新的一年来呢，今年是开春2018年第一次访问到师尊。那我们也大家都非常希望在新的一年狗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期望想要知道，想要想请教师尊如何招财纳福的一个什么方法。这个讲起来是稍微长一点，那个因为今年的财神是在东方，财神在东方。等一下，对不起，师尊。不好意思哈、哦，请师尊再开始，因为这个财神太重要。那我们请师尊再开始一下。好的，那么今年的财神是在东方，所以你这个在选择是时间上，像农历初一或者初二，那如果初一初二来不及的话，那就要农历的15跟16号。那么你选择呢，从开门开始你要向东方走八步，但是你手上要拿着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毛笔，一个是毛笔，一个是墨水，毛笔跟墨水这两样东西，然后走向东方走八步，然后你要喊财神到我家，再转身呢，再走回自己的家里，那么在自己家里面的财库位写上，用毛笔沾墨水写上三个字，一个叫做旺旺旺，这个是有关系的，有关系。今年是因为今年是狗年，那么用毛笔呢，那个笔就代表着毛，就代表了狗，然后呢你再写旺旺旺，刚好是狗的声音啊，狗的声音旺旺旺，这个，然后把财神引到这个财库位的时候，你家里自然会旺旺旺。啊，非常谢谢师尊给我们这样子的开示。那我们有了新春纳福的开示，我们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在这个部分，你们还没有要补充的问题？没有 ，OK 了吗？好，那画面的部分，好。那这次呢，我想，为了以利我们法会的顺畅进行，那今天的专访我们就到此结束。那接下来就有请师尊进行后续的事宜，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再做其他的画面拍摄。好，谢谢。大家知道了吗？那采访就到这里，阿弥陀佛。